放你手上喽，哎，眼睛张开。这个不是寿司，这个是肉末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京走桥的鲍勃，我是东京走桥的韦恩，我是嘉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在东京挑战超巨大的食物跟超迷你的食物，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Go！ 我们现在到的第一家店叫做 Ike Napolitano Pancho。Pancho Pancho， 这家店的大料理是什么呢？大食怪意大利面。行人下啦，啊，那接下来我要加全部的 topping 下去。这家店的面啊，有各种不同的 size 可以选择哦。加料上面呢，你可以有跟培根。哎，你这表情是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了庞然大物，排山倒树而来。佛心备了这么一大桶的 cheese 给狂热者。好的，你要加多少？就全下吧。全下吗？差多了。今天今天是神游鲍勃影片中最后一集，就是这一餐吃完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指数也差不多了。以后东桥会换那个嘉纯当委的那个。那 OK， 那就麻烦了，谢谢，多加一点，终于可以换伙伴。哇，排山倒海，这个简直是富士山的岩浆这样流下去，太可怕了。重点是跟这个面比，真是蛋好，微不足道，真的。然后缝合下去，培根超大。好吃哎，比我想象中，我以为可能就是大家赛程大，但品质并不好，但我觉得它这个真的很好吃。OK 的。好吃的，面条软硬适中，吃也刚刚好，两个 cheese 的香味跟茄酱的比例也刚刚好，不会太咸，不会太甜。OK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来到田园町的寿司店野巴。那伊里这家店是什么东西呢？小人国的寿司。哦，我来看看。然后一进来这家店，就感觉它非常的 old school， 就是感觉历史很悠久。因为不只是师傅平均年龄感觉接近65以上，然后店内的装潢，一切也让我们感觉就是相当的日式。现在小寿司来了，伊利还没看到怎样哦。来，伊利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。好，我放你手上喽。来，眼睛张开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不是寿司，这个是你知道肉末。大家都知道鱼卵已经算是蛮小的东西了，那我们来夹一颗鱼卵哦。来比较一下，就是它的 size。你看，这一颗鱼卵就比一个寿司还要大的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可以看到这个职人的工真的很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要来做一个挑战，把这个寿司。哦，有2018最新指甲款哦，会造成流行。是不是有一种？立体感。那大家知道啊，这个寿司也是可以吃的。那我们来看看人体寿司的吃法吧。来，没有加酱油嘛，所以要加酱油哈。啊，一个一个点缀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上上指甲油哈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很像吃完多利多汁？就是基本上因为加了酱油，你在吃什么根本吃不出来。东桥的大家好，我是嘉纯。那因为最近很常来东京。所以有机会跟东桥一起合作拍影片，那身为观众呢，一直觉得说十大什么什么十大景点对我来说很受用，那我希望呢之后东桥可以去长野县地狱谷
跟猴子们一起泡温泉。哇，一提就提出一个相当厉害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们适合，就是那个画面感觉很温馨呀。哦，十大跟猴子交往的，对，我们跟猴子也蛮像。对对对，伟恩更像相似之处。对，包博是猩猩，伟恩是猴子，对不对？感谢你的支持。对对对对，开心。那也欢迎呢，东晓的粉丝在底下留言。想要东晓去做什么给你们看呢？想要东晓分享什么日本有关或者其他旅游有关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耶、yeah, ！今天超开心，可以跟嘉誠一起拍片，我们挑战了超巨大的意大利面跟超小的寿司。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跟东晓一起合作，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见到大家啦！我是嘉誠，是文，是包博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